我是怕那个山崖下面有没有突然就冒一个人的头出来。我也是，那山崖我们看不到。然后一颗桶子就往我们旁边塞进去了。有直升机哦。靠！这群人在碉堡上面，等下五只，右邻方向，右邻方向，撤！看到看到，往里面来，坦克要死了！停！就是，他被走，他被走了。A B C 都要射击中，他撤退了。开进来。好可怖！对，撤到八。好可怖、哦。可怖几下回，这是可怕又恐怖，好可怖，可怕又恐怖。接触，我被敌人攻击了。我丢一箱弹药出来。哦，我中弹了。点在啊？在树丛，在那个左侧。干，有狙手。I34那边。反正我们往这边开，好不好？碉堡上面有狙手，大家都死光了。呀，有一公弹从后面射出来，我看到，应该在后面的方向。我看到，后退一下，后退。小张，步枪枪爆了。五只。凡客先起哦，坐到其他位置。坐其他位置，别下车，坐其他位置，坐 F3 F4那个。对，这样子会死掉。嗯。靠，我中弹。啊、哦！雷倒了！你们的西南面有敌人，西南面。哦，我知道，就跟那个第七小队跟第三小队那个位置。那边的 FUB 收起来没有？不知道。收到。哦，我要进空这座碉堡，我上二楼看看有什么东西。那个雷跟铁龙先别炮筒，我没办法放。是友军五指在附近的样子。我开出去了、哦。有一辆直升机，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五指。他从刚刚就是在看那里。那个是友军，那是友军，那是友军。对，我知道友军那台，他从刚刚我们开过去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在那里。你管能不能送颗烟雾过来拉我？我好像遇到一点麻烦了，我的二楼好像有要杀下来的意思。二楼有人吗？我不知道、欸，我刚刚有看到手弹爆炸，你说没有看到人啊？队友丢的吗？有个三，我不知道第三小队队长，他死掉了，里面有人。我需要支援。凡客往前开，你先退，我先退。对，你先退，你就一个人而已。往前开点，凡客，让我开得到二楼。哦，我正在退，我下楼。不要跟他僵持，不要打掉。哦，外部有队友阵亡。对，五只。往前开。追人们的东侧有队友阵亡。这是什么？那个小陈，我标记点，我刚刚打墙壁那边有一只俄罗斯军，他带 AA 的，我刚有那队友，加上一台 AA。那个把我们两个去开一辆车玩 ，OK， 我们两个还可以。OK， 我是想说，我要不要等一下我们到你们先坐我们车，然后还是你们先钱付我，然后我们找一点汇了钱，然后我在那边放一个 RP 小队的 RP， 然后你们比较有资源这样子。想大便？干！这种事情可以不用说出来，没关系。我想大便。哎、欸，船、啊，没有船，哎、欸，有船，有 A V 还搭船，走，坦克炮手位啊，我不是炮手，我现在正在火速下山，我成功逃脱了，你先去跟七队汇合吧 ，OK， 左岸那边好像伤亡很严重，那下面那边有敌人，啊，七队队长倒了。Go！ 呀，我们要赢的，你只要一直抵抗，让他们不要上来就好了。这次我开对方向，
可以搭船了。小心我给他直直的驶过去。我走海洋公路，左边海洋公路。你就给他直直的驶过去。直线距离是最近。需要支援，像一个人。现在支援不到你，超远的。所以我们你附近有个队友，你看能不能跟他汇合一下，去掩护他。不想，我们这边敌人人数太多了，不能跟他汇合。哦，那是武装修理。武装修理。点掉了，掉点。那你找地方掩蔽，他倒了，那个倒了，你那个队友倒了，你找地方掩蔽。有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他倒了。你就跟第六队长汇合、啊。有，我看到。他们死的超多。他要往前挺进啊！我要叫后退。千万不要跟他互打，看不见他怎么开刀了你。不要用内奸轮判呢、欸。还是你们只要去开复仇者？现在复仇者从开场到现在只有反客户他的方向盘。对，我走过，然后副驾驶那个老外坐过。对。哎、欸，我找到敌方的那个重生基地。位置。在我这里而已。六队那边，六队那边。哎、欸、雷，雷，你们觉得这地图很像那个阿玛森的地图？这个是 H35。你看六队有没有把它处理掉的意思？他们没有那个、啊，他们没有那个什么特种部队。特种部队，你就压在那个点上面就好，你就压在那个点上面。哦，压在那个点上面。你就站在附近，不要离太远就好，因为那边他就会把你什么什么。现在这已经被定位成步兵协同作战的车子。你们有要过来支援的意思吗？没有，我们在路上。好，把那个直直驶过去，快点，油门给打个底。好啦，我走海岸公路没？走左边海岸公路，那还较紧。海岸公路绕一圈，直直开过去不是比较快吗？走苏花比较快啊。走直直开会有很多地形的、啊，你先。哎、欸，我记得七版的不是用小刀就可以把它补掉吗？对啊，捅那个无线电了、啊，它就会坏掉了。可是你人也会受伤。对啊，捅一刀就过啊，这一代就不行了。对，不行。前面有弯道，有那个转弯，我从那弯进去机场，那从机场直接开过去。第六队长丢了烟雾弹，直升机过来支援了。还跑？对啊，那个路是差不多，你直接走海岸过去。那你赶快离开，你赶快离开那边。走海岸过去，走海岸过去，路是差不多的。OK。还有几分钟到啊，好慢欸。用 Google Map 的话，看一下地图，看一下哪一边哪一条路比较快。干，车，要支线这一块，跟你讲，车流量少，通那个路况正常。他说红绿灯，他说先步行5分钟，步行5分钟到了什么什么站，然后再搭什么红几号。马克，那个不要靠右啊，你靠右还是靠左？不要一直都开到上，感觉上道路被放地了。就他把地雷放在右边，是我那个了吧？我说 PR 到1.1了，1.1啊，对，1.1很久了，现在是1.5，我也是刚刚完。你看一下你的人球是不是还有要再更新的意思？你们看他月四号出个 iOS 档吗？他们有那个完整版六局图，他人球不会自动下载吗？没错，他只有重新在包装纸哦，把1.0上1.1哦。油门站嘞，进来，快一点呐、啊！哎、欸，小陈、啊，有断线啊！小陈断线了。所以还是1.0才上更新的。啊，你这样更新的话，你就直接下1.1哦，直接下6局。马哥，等一下是看电影来不及刹车的时候吗？你就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，直接自己按跳车哦。这叫牺牲大我完成小我吗？就是我跳按你们一起冲下去。没有，你跳车的话，那个车子会紧急刹车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要协助攻击那个点，还是我们先防守？先攻击那个点没有人，那个点安全。我们的兵力全部在上面，我们防守没有必要。下坡开快一点，怕有地雷吗？他被什么？不会呀、啊，